欢迎来 John Rockaway School of Management， 你也可以说 Jason。学生最喜欢的地方 JSEC 是在2007年开始培养去上百在校外实习的学生，他们在第一时间学到的仔细。你只会去到一间 JSEC 叫 Song Bazaar， 学生可以买衣服和笔和本子。在今天的纪录片中，我们将展示着今天就成功的例子 Vegans。 Hi! Vegans is amazing. It reminds me of friends and everything. It's really good. Gali 的成功受到启发一千公里的学生，最想要改设计了一个三明治蛋。Begets 发售三明治在法式唱歌年报，所以你可以与朋友分享的。所有的企业都有效经过 JSEC 导向，这是究竟三期的一样，我有四组个单位盖在进行到底。要确定每天传播的材料要齐全，随后全部都说得很好。JSEC Challenge 是最成功的，因为我们用事无改习的生意。我们的三明治很大，我们坚持，因为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市场。好的单位还有时间便宜，十七千左右。Go big or go home. JSEC 后的经历，坚持可以做更多。一个好的例子是 Christu， 他开始 Toby Chicken， 他也是 Katipunan， 两个单位的老板，就是